不开，这边打不开。为什么打不开？就是这边有一个洞吗？嗯，一个洞。哪里有一个洞？这边有一个洞。哦，有一个洞，所以可以打开。它打开了。嗯，打开了。然后呢？我放屁。你放屁哦？对。那起重机到底来了没有？没有了。什么时候来了？十点，早上十点。早上十点来，有把大象吊起来吗？有，送到医院去了。那医院谁看他？医生北北呀。医生北北看他哦，结果他怎么了？因为跌倒。因为跑跑。哦，跑跑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起重机就把他送去医院了。把他送去医院了。小玩意。那医院医生是谁呀？医生是北北。什么北北？我说医生北北。医生北北，你帮他检查吗？对。做什么检查？大象那个跌倒了。大象跌倒的检查。这都是医生。全部都医生哦。全部都是医生。有什么医生？